的张老师，我想呢，这个几句话了，虽然是简短了，可是呢，道出了每一位呢，我们玩车人士都希望说，能够把这样一个运动呢推上一个正途。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真正去支持我们。再来，另外介绍那一位，刚刚的车子对不对？现在介绍的是我们亚洲车神陈双全，陈大哥，陈大哥你好。哎，你好。嗨，陈双全，向各位观众问好。哎，我想呢，这个陈大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这次阅兵的心情如何？6年前啊，我就打造了一部机车。从来没想到阅兵今天用上了，非常的高兴，也有这个荣幸。好，所以呢，今天呢，跟观众朋友，等一下好好看看呢，我们等一下的陈大哥呢，他经过呢这个阅兵台的时候，他到底呢是拿出什么特技，好不好？谢谢，谢谢陈大哥，谢谢，谢谢。随着宪兵机车连队为这次车队游行拉开了序幕，您是否对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忍不住要发出赞叹的声音呢？之前无数次的排练，所有游行车队朋友前一晚几乎都兴奋的睡不着觉，等的就是这一刻。从中正纪念堂出发，经过了凯达格兰大道的途中，也有许多的学校团体与工商代表一同准备进入游行区里。当他们发现也有国内的赛车团体要一起游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忍不住心中的好奇，而频频询问一些改装的内容。对于新政府可以让赛车队伍于这么重大的日子里通过总统府而感到骄傲。在这次的游行车队中，有越野吉普车、重型摩托车、改装房车及沙滩车等等，展现了车界的大团结，也再一次向社会大众表示，玩车与赛车是一项正当的活动，与目前所取缔的飙车行为是不能画上等号，而赛车是一项国际认证的专业竞技运动，希望能借此游行而获得大众的支持与认可。其中最遗憾的事，就是本节目的制作小组无法进入到总统府内，为各位观众拍摄到。平日在严格的训练，